现在晚上的10:39，现在林在厕所。他今天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情，他买了五月天的潮梯哦，然后跟我炫耀。他跟我讲说，其实他们的质感很好，所以我要把它拿下来看一下。我看一下他到底买了什么。我看先看一下五月天的包装哦。哦，他的算很用心啦，很少卖衣服的品牌，整个都是用黑色的。哦，很算用心。其实我以前做盒子，大家也知道我有本业嘛，以前就是在做盒子跟袋子的时候，袋子的部分啊，跟盒子部分，有时候跟五月天他们用的是同一间厂商，然后那时候就了解他们做，尤其做设计啊，他们对于袋子的成本啊，跟一些盒子的成本其实都下比较重哦。因为我们做食品的都会，哇，这好可爱哦！这个是，哎，怎么那么可爱？这件真的好可爱啊！就是因为我们做食品的都会想要 cost down 啊，这个也好可爱哦。我、哦、这个红色我喜欢，哎，这你可不可以帮我买一件红色的、啊？这件我可以穿吧？哎，我觉得这件我可以穿呢、欸、，Stay Real，这件我觉得我可以穿。它那个好像有三个色，你帮我比一下，这件我可不可以穿？好不好？没有，我先比给你看。它你是这样，你我跟你讲，你穿太大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应该就是我可能会穿这样，然后里面穿一个超级小短裤。这件是我的，我穿给你看。我你不自己买不哦？是不是，这个不是，是，你先听我说，你先听我我说，说它对。这有个潮汐，重点是它跟一般就是人家联名的 T 很多都会只是烫上去，它不是，对，它是刺绣，等一下，它不是重，重点是你确定你真的我敢只要穿？看屁股啊！我刚才就是有你看是到这屁样，股，你可以再掰一点。你知道我可以，我觉得那件我可以穿的，那件我的尺寸绝对可以。我就没有想要给你呀、啊，你不会太过分吗？你先帮我拿一下这个，你先帮我拿一下这我来拍你，个。光我溜溜没有穿衣服。人家穿人家衣服，对不对？小心你还点。没洗耶、欸，你没有洗蓬蓬哎、你是嫌我没洗宝宝还是？是很刚好。这件是我的，很刚好嘞。你等下开网页你自己买，很可爱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件很刚好，其他的这件你给我脱起来哦，那件是我的还哦。没洗，还真没气洗。死我们我！然后你看。看这个，这是小白，这小白怎么了？小白很可爱哦。然后是短版 T，这件我就不行，这件你不行。这件我不行。然后它后面都有写这样，它有就分是男版跟女版没的有，它吗？就是都是一样。所以你买，我就是穿 S 的啊，这 S 就我是没有我的，买给你啊，你自己买啊，这是我的啊。你自己买啊。对啊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我就没有买给很不你。错哦，非常你就合是我跟身。你讲，其实就是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想要跟我穿情侣装啊，你穿这你就太是想要跟大我穿情侣装，我那受够你了。它质量还不错，它一件 T 我跟恤你多讲，少他，钱？所以我一直说你自己买啊。它 一件，这件我来猜，大概它900吧。900买不到哎、欸，这件900买不到，买不到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对 T 恤的价值观偏差，你知道？因为好一阵子我们都买那种比较平价的，就是可能认为一件 T 恤都要四五百就蛮贵了，就网路的。可是它这是潮 T 有点不一样。可是我觉得它的材质很不错。这边不是有，这边没写价格。没写，我现在看。我把上面遮住，给大家讲。今天在林总共买了4样，对，哦，没有，有一样是他送反正就买了4样。的。我看到价格，我这件多少钱？我这件还更贵，这件。你先跟我讲这件差不多那件1280。有贵，1280有贵。可是我觉得他的衣服质感很好，你不就是是材质啦，就是刚刚摸。穿这个，对啊，他的衣服你一摸就知道那个质感是好就比较好，的。对。一分钱一分货。然后可是我摸完他的衣服的材质，我就已经决定了，我下次应该要买。就是可以穿比较久。那我们看好的啊，这个你是看这个，这个零钱包。
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很可爱。我看看，是不是你自己说这个质感可以吧？你到底要几个零钱包？你说说看。这个是这样斜背出门，这边可以放悠游卡。你知道我那时候看这样讲说，哦，可是我已经有了零钱包，怎么办？可是好可爱啊！往下滑看一下网页啊，还有这个哎、欸、啊，买这样，现在可以再放一张信用卡。这个多少钱？780。780。可爱耶，780，你那件更贵，我这件1200，你剩最后一件对不对？这是送的，这是正品。这是正品？对啊。所以你总共买了2000多块。我总共买了3000多啊。感觉没买几样耶。就3样，一样就平均1000块、哦、这件128，这件148，那个7。我觉得一阵一阵，学生时代以前比较小的时候，觉得一件 T 恤1-2千块很正常。出社会你有年纪以后，就会常买那种199、299的 T 恤。我没有，我一直都没这样洗。我有，可是我都会习惯买一个我觉得材质很好，然后百搭款。对，就像我，哎、欸，这个是什么？你把那个还我！我现在是上网，我才拍影片，我不能脱衣服。哦，受控！啊，这是正品。这名字什么？我看一下。正品它有写，我看一下，一个什么防水包的啦？哦，就是你去那个啦，就是我不是之前有一个黑色的那个防水包，对，游泳的时候可以把东西装在里面。防水袋。哦，防水袋是这一个。你来看。嗯，你看多可爱，什么东西多可爱，多可爱，看一看，很可爱吧，嗯，很可爱，这件是黑色，这是红色的那一件还不错耶，有几件其实我觉得这件也蛮好看的，这件好像穿个 YouTube 在身上，这件也不错，这件也蛮可爱的，嗯，它还有黑色的、啊、哎，这要预购，没货了耶，没货了，哎，它卖的不厉害贵耶，红黑色的这件已经没货了。对，好啦，大家可以去逛一下这个。这件也没货了。Stay Real 五月天阿信的潮，他好像在东区有一间店啊，在那个敦化那边有一间店，印象中在巷子里、啊。哈，他现在都要预购了，这么快？都卖完了。对啊，那给。可是小新的授权费不晓得贵不贵。我来。哎、欸，把洗碗机按下去，快点。快点！你有没有听到我在讲话？把洗碗机给我按下去，我不会讲超过3次哦。把洗碗机给我按下去。你要买吗？我没有要买啊，我已经有了，干嘛买？我要脱下来。你叫你按个洗碗机，你们啰里啰嗦。好了，再喝今天最后一支海尼根。还不错，我觉得我身上这一个不错。我觉得我身上这一个。嗯。拿哥喝个啤酒。好了，我老婆不帮我按洗碗机，我只好自己按。我这样单手没办法开。我。你真的手上脾气给我？我才不会。你要去哪耶？我要去出岛。要去出岛。我们一说南半球跟北半球交换，我们就会有南球，我们没办法。要去打蜡笔小新。不是，讲错，打动物森友会。然后今天洗碗机还忘记按下去，他把它按下去。我叫我老婆按，她都不帮我按，我只好自己按。你说什么？我觉得最近我上次在讲一个东西，我觉得很有趣。我觉得把东西分开也是一种行销学，就是像我们用的这一个洗碗粉，它其实就是3个颜色。蓝色、白色跟红色，有没有？你就会感觉它有3个功用。那事实上，其实它，可以放手机哦。事实上混在一起呢，感觉就没那么厉害。可是分开，就好像比较厉害一点。这个在我们最近有一次商案，就是那个洗衣胶囊也是这样。
还不止哦，我最近还有觉得，就是有个东西也是我想的这样子，就是这个东西果酱，就是分开卖比较好卖的那种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哎呦，就是草莓口味的。好啦，我要去洗澡了，你不要太想我。我真的，我觉得我们家都快充满小新，还有 Hello Kitty。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知道。小新的生日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啊，我这么厉害。你是小新猜中的啦。欸、小新知道我生日，他就送我一件红色 T 恤，真的。你赶快还给我，他要预购，你赶快还给我。我以后就会让他在我的衣柜里面。他不会在你的衣柜里，他会在我的身上，或者是我的衣柜。好了。是小孩，拜拜。